因应着杜苏芮风台可能造成的大风雨状况，台南市政府伫二十六号暗时来宣布二十七号规工停班停课。不过二十七号上午煞无看到风势，雨量也来无明显。伫时蔡鸿顺整备的行程中，市长魏提都被问到，是毋是会惊被质疑放假标准？伊就认为风台有无可预测性，无论任何时段，拢爱将民众安全放伫上头前来做考量。杜苏芮风台走向一变再变，虽然即种管理台湾，不过外围环流所带来的风配雨量，也是予各管区用相关标准来应对。其中台南市政府二十六号暗时就宣布，二十七号规工停班停课。不过二十七号一起床算是无风，雨量也无明显，不免予民众来质疑市府的决策。在昨天之前有说今天上午就会下大雨，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计划赶不过变化，那因为。台风不是我们能够操控的，它有时候速度快，有时候速度慢。到底是用什么角度偏北？那偏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也是各国的态度哈，其实各国的预测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差距。第一是蔡鸿顺准备行程中被媒体问到，是不是烦恼因为做唔到决定来被民众质疑？媒体个表示，风台路径有真大，唔通预测性，任何时段拢会有风雨增强的可能。放了早也是放了晚，拢真歹扭捏。不过只要关系到民众安全，就必须该做全盘的考量。包括今天整体，如果有任何一个时段，包括下午或者包括中午以后，会下大雨、会淹大水，或甚至于造成民众市民的交通的一个不便跟安全的顾虑，我们都要考虑放假。目前台南市也未感受到风台带来影响，但是未当保证立明了后未有风雨向上增强的可能，所以也呼吁市民朋友持续做好风台准备，确保自身性命财产安全。记者万家国博记林德区采访报道。